还请魔嘟嘟发表一下他的感言。啊，好恐怖啊，老大！喂！会动了，这样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要站这个山啊。好啊。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公嘟嘟目前在偷拍。偷拍外面的。什么偷拍？怎么还有牛机？下面好多牛哦。马跟靠了。有没有听到牛铃的声音？哦，就是那个声音哦，我想怎么会有音乐的声音？靠！为什么用没有留牛铃？不知道。这样才容易找。嗯，不知道。就会走心。我是觉得蛮吵的。还蛮吵的，而且。一黑影。心里有的气候。蛮凉的，越来越凉。会吗？我觉得等一下上去就很冷。你刚刚没看到电视上面电视那个画面，超看起来灰灰暗暗白白，超冷的感觉。